大多数人都以为妖怪只是传说，直到有一天，你是狐狸精，飞过来，真的是狐狸精，我变身给你看。我靠，神经病！行了啊，我送你出去。你怎么妖怪局的人招来？什么局？妖怪管理局。妖怪去救我！妖怪去救我！妖与人天差地别，非法接触还是要按规控制，一定竭尽全力将小白缉拿归案。北极银狐繁衍稀少，却偏要和低贱的人类纠缠不清。白剑主，我一定要亲自将你绳之于法。你打我，小白！想本事是不是？平时这个妖怪之间聊天穿衣服吗？不穿啊。裸聊啊。我们有毛啊。